今天我的目标就是不买当书不回家。哎呦，装鸭蛋了，我看圣母吉祥嘛，俺把那俩搁这装吧，装装我能拿。我去看看那树苗，咱那树前两天栽，这不是没栽完吗？咱搁这弄鸡了，又弄鸭蛋呢，搁这儿了。我说赶紧去看看树苗，有啥树买回来的。嗯，取完了。啊，剩下这几箱，把咱俩给家装装它了。因为俺这一次这一批鸭蛋芯儿又没有了。买了估计明天或后天都到了，这剩40多箱，先给这40多箱先装喽，先给那大家下单比较早一些的，先给他们发过去。这缸里猛了吧？猛了，装完了。嗯，那我去了啊。你去吧。我今天又来到这个过道旁边这些买书的地儿啊，看看这书还都搁这儿堆着嘞。今天我的目标就是不买当书不回家。走，先去问问看有没有桂花树。这是俺妈买那种桃树吧，就她说那品种桃，有桂花树吗？老板，哪个呀？这都是桂花树啊？咋不香啊？啊，这多少钱一棵？有50块两，有那个50块两棵嘞，有50块一棵。哪是两棵嘞？这哪个小的？50块两棵。啊，那几二档？粗点的100一棵。今年开花不开呀？今年不开。呀，还闻不见呢。这山楂树咋卖的？哟，还有车厘子了，这都是今年能结果的。这个山楂跟这个车厘子。今年活了，明年没结。哦。这车厘子这咋卖的？15。还写多品种果树嘞？买啥的？板栗、纯米啊，这应该都是桃树的品种这些。纯烟。哟，还有银杏呢，银杏树也可以弄两棵。这是啊？耶，还真有无花果嘞！这无花果咋卖了呗？今年都结，15。今年都结，这是银杏树，还有桑葚。啊，这是桑葚，桑葚不用要。这又问了一家都有。哎呀，这苹果树还好几个品种。这是樱桃，然后这是车厘子，这是桃，这是无花果，啥都有，可齐全。反正价钱大差不差，都是这个样儿。像这一棵基本上都是5块、6块、10块，都是这个价儿。好，现在决定给这儿一样买几棵树啊，先买几棵红富士苹果。这是几年的苗啊？两年的。嗯，再停两年结果。明年都是花了，这几年都有花了，但是不叫它结。啊、嗯，这个啥价啊？这个5块。优惠点儿，我多给你拿几棵，多拿几个品种。这是无花果树，再来弄几棵无花果。没想到还真有卖的呢。俺老公搁拜佛，他说开花无花果。无花果为啥叫无花果？就因为不开花。选几棵好点的，无花果那也种5棵吧。看看我今年的战果啊，这是杏树，这个是石榴，这个是啥呀？老板，柿子啊，柿子，这是苹果，这是无花果，这个是山楂，山楂跟那个车厘子，战果颇盛，颇丰，这是桂花，这有2棵柏树种门口，看看，最后姐又送我了一颗葡萄，那黑的长的，他说无籽的可好吃，葡萄树，300多块钱。哎呀，走回家种。这边它这个竹子这个地儿我已经学摸好久了，这边有个卖竹竿的竹皮的地儿，来看看看啥价便宜了弄点，然后可以扎篱笆墙。这我刚问过老板，说那都是皮掉不要了，我等会儿买的时候
今天不知道拉下拉不下，如果拉不下改天来给他这见见试走。看看这猪皮儿，哎，这个宽度正好，刚才那个贴窄了，这个一解解开，先回去试试弄弄吧，不知道俺会弄不会。如果这个草莓碰了，来给俺儿摘点草莓。今天他爷带他出来了，说给他买草莓的，他一拐回来，那个卖草莓的走了，可给俺气恼了。哎呀，回去要哭了哇哇叫。我正好路过这儿，给他摘点回去。瞅瞅妈，买多少果树？买了多少？你买了多少？给他去换了吧，乖。咋了？这谁家家里栽这树啊？不吉利，人家这都是给坟地栽的。哦，家里不行栽这啊？哎，你看万一人家那绿化带他栽这咋了？那不是家，这毕竟是家，栽这不好。我想着这棵树大还绿油油的，我说栽两棵在门口，那种种种叫我赶紧去推了。推了，乖乖推了，我不动。中，那给这果树卸掉，这两棵叫我去推了。去推，乖乖。